以前我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在一起，跟爸妈在一起很幸福。 前没过两年的话，我爸爸妈妈离婚了。再过两年的话，我爸爸就撞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再也没见到我妈妈、我爷爷和奶奶借钱给我买衣服。 我天天警告我爷爷和奶奶别借钱，我不想上，不念书了，我就去打工，开拉面馆，然后挣到很多钱，我就去找我的爸爸和妈妈，让他们两个重新结婚，重新坐在一起。